并立，好，两脚并立，手呢往两侧打开，手掌心向上，手掌心向上，手不要太高，只要跟你的肩膀齐就可以了，肩膀，好，好。先转我们的什么？现在是早下午，要先转哪一边？啊，先转左边，可以动吗？右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就这样子转，转腰就好，辛苦两下，好，回来，转腰就好，来转。你的手要平的哦，好，回来，好，第二种，把脚微微打开，微微打开的时候，在转的时候，包括你的脚都可以做旋转，后面的脚跟会微微的起来，然后用起来，你们的重心全部都在前面，要往后，站到后脚跟。重心在后脚跟，好，来回来，你的重心偏到前面的，要往后，站到后，转到后脚跟，来，起，站到后脚跟，你看我的脚，你看我的另外一只脚，是不是因为在转的时候，它整个脚就起来了？然后用看，哎，用看，好，回来，好，这个是风板荷叶，鲤鱼摆尾，手。放在这个地方就好了，肩靠好放上，一样的，脚并拢，转腰就好，蹬腿，好，回来，来，这蹬腿，然后扭开哦，好，回来，脚再打开，鲤鱼摆尾，转动的时候脚跟着可以动。用看，用看，回来，你们的重心偏了哈，你们的重心会这样子，会往前，会往安呢？不对，然后爱用看，好，来，用看，掉来，转，哎，肩膀放松，然后用看，你一两天没开，所以你的后脚跟就根本没有起来，好，回来，这是板法。